要是他的战旗，这十多万战旗分统在李郭二将手上，分别叫龙枪营。丁盟主，于将军与华雄征战一个回合就被斩落马下。华雄果然英勇啊！谁敢出战华雄？员工，我有上将军潘凤。手持一柄百斤重的开山斧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此人必可斩杀华雄。潘将军何在？末将在。你敢出战吗？有何不敢？我的大斧早就饥渴难耐了。好，如果你把华雄斩于马下，赏金百两，赐良马50匹。领命。取酒来，为潘将军壮行。孙文台将军，可引一路攻取陈港；公孙将军，可引一路攻取太谷。活尸了，活尸了，活尸了！丁盟主，韩将军与华雄征战不到一个回合，就被斩于马下。啊！又被斩了。一个小小的华雄都如此棘手，以后碰到吕布该怎么办呢？谁敢出战华雄，赏金千两，赠良马百匹。谁敢出战？可惜我的上将颜良、文丑未在，如有一人在此，岂容华雄放肆啊！马弓手关羽，请战华雄。什么？你一个小小的弓手竟敢口出狂言？你以为我们众诸侯没有大将军了吗？插出去！公武兄，息怒。你看，此人既敢于请战，必有勇略，为何不让他试试？是一个小小的弓手出战，岂不是让华雄耻笑吗？公武兄，请看。此人生的卧眉凤目，满面英雄气，华雄又怎么会知道他是个弓手？这个姓曹的说得对，
二哥这个攻守，胜过你们所有的将军。住口！若砍不下华雄的头，那就砍关某的头谢罪。刘关张三兄弟一同生死，如我二弟不杀，愿砍我三兄弟的人头。好，刘玄德不愧是皇室宗亲，豪气盖世。军校，在，拿酒来，我要为这位壮士敬酒壮心。何须戒酒？主公稍后，关某去去便回。二弟小心。放心。